硒的作用。硒是一种化学元素，化学符号是 Se， 可以用作光敏材料、电解锰行业催化剂、动物体必需的营养元素和植物有益的营养元素等。硒具有抗癌作用，人体缺硒易患肝癌、肺癌、胃癌、食管癌、肾癌等恶性癌症状，有抗氧化作用。硒是最好的抗衰老物质，如果人体缺少了硒，就会不再年轻，会导致未老先衰。硒能与维生素 E 起协同作用，加强维生素 E 抗氧化作用，清除自由基。含硒的食物有猪肾、牛肾、鸭肝等动物肝脏，毕竟是肝脏，适量的吃一点就行。虾、枪鱼、沙丁鱼、蟹这一类的海产品也含有大量的硒成分。